很慎重，只可以看不可以吃。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主唱刘先生，待会帮我们唱《修霸掌》。然后呢，阿公阿妈会唱的就一起来。可是我们在唱这个的时候不是很单调，我们今天也把端午节应景的人物都请出来了。我们请许仙出现，许仙在哪里？哎，阿我拍手给。好，许仙出来跟大家亮亮相哈。啊，有许仙一定有白娘子，对不对？白娘子你走，哎呦，娇娇蜜的哦。哎，然后哎，白蛇旁边是不是叫青蛇？你家你家你家，哎，都传后啊。然后呢，当然法海和尚也出现了，哎，他要收妖哈。还有一个道士在哪里？啊，这道士在娘娘家。啊，你不是要讲圣庙？好，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开场，好，准备开始了。